参政是一个参政，具有人生意义的一个参政。今仔日的活动，除了感谢丰硕经济公益以外，我特别要感谢咱在地更新附专专校遐个所有老师大学生啊。今仔日真趣味，咱要做一块全国全世界第一块，就是葱油饼披萨，最大的大家拢会当品尝得到。你外口食迄个披萨哈，那个哈都没有我们葱油饼更好吃哈。三鲜茶饼披萨好吃。有记得麦叮当哦。三星葱嘛吼，人讲三星葱无肉嘛会芳，啊，所以三星葱吼，即几年当中，咱嘛甲即个三星葱的另外一个附属即个美食产品叫做三星即个葱仔饼吼，即几年当中公所办了真侪比赛甲活动吼，所以甲成就咱三星葱仔饼。嘛，成为咱在地真重要一个美食产业啊！而且咱伫顶年嘛，甲葱仔饼、三星葱仔饼吼，嘛成为是三星真重要一个商品啊！啊，所以这几年当中，伫比赛啊，一直甲这个甲葱仔饼成为咱三星的商品。所以这几年当中，除了咱的这个产值是一年比一年较悬。大家一样啊，所以呢，咱三星乡公所特别希望会当甲这个三星葱仔饼会当继续再创高峰，会当伊产值会当突破一亿，所以咱今仔日正式举办第一届三星葱油饼节哦，来予真侪人来体验，啊，今日体验有八百人吼，这、哦、最主要就真希望讲。啊，咱三星市的农村会当，和咱的地方农商业会当增加产值。好，好，红秀大葱披萨，来，不简单，对吼，一定爱气骨啊，对，吼，这边做气骨啊，大家很成功。有时间较少来三星铁佗，谢谢你们哈、哦，祝大家幸福美满快乐，谢谢，谢谢。